谢谢谢谢谢每一位乐队老师们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不一样的状态。刚刚 JJ 老师唱完呢，台上是非常的兴奋，现在呢大家是非常的痴迷，当然也有人可能迷到一定境界感觉是有点痴呆。铁刘海先生啊，铁刘海呆了。哇、wow ，我刚刚去哪儿了？我刚刚去哪儿了 ？I'm lost for words。我觉得真的有点无法表达刚刚的感受。那个神级的改编，真的是觉得哇，好厉害哦！就刚才那个应该叫做什么？叫瞠目结舌，叹为观止。就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，听完的感受，这个就是一个音乐强大的魅力。谢谢谢谢，杨飞扬老师，就是想表白一下林忆莲老师，谢谢谢谢你，不知道为什么想落泪，但是就是很想落泪比心。我感觉到你的，谢谢谢谢谢谢林忆莲老师。谢谢。刚才乌拉的表演其实完全挥洒自如了，完全自信也在了，然后也放松了，对一首歌的诠释也都完全在自己掌控之内了。看来那个脱了鞋果然有效。我觉得脱了鞋很自在。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这首歌的处理，我非常喜欢你这个第三首歌的表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。谢谢。我真的觉得刚刚的那首《夜太黑》，你做了我想做的东西。那个 sitar 跟 tabla 的这个配合是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觉得你在整个歌里面的，你真正的能释放了自己，我觉得是超越了，我真的觉得是超越，我非常非常喜欢。谢谢谢谢，真的。